嘿，湿气重，还在傻傻拔罐。人没有生什么大病，可是总是早上起来呢不舒服，这边痛那边酸，然后脸色发黄，色斑不断，身体呢虚胖、便秘、大肚腩呢总是减不去的。然后这些症状呢都在告诉你，你的体内有湿气。嗨，你好，我的名字叫轩，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，怎么样驱走这个湿气，有一招。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有湿气之后呢，他就采取了喝药啊，还有食疗的方法。可是过了两天之后，他就发觉，湿气又回来了。这是因为他们只是祛湿，而没有达到健脾的效果。面对湿气呢，我们最常见的方法呢，就是拔火罐。常常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呢，他背后有印着几个红色的圆印，在皮肤上若隐若现这样子的，但其实拔火罐太频繁了，很容易泄露阳气，对身体是有损害的。那不如每天来一杯六宝茶，帮助我们维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还有去除体内的湿气。六宝茶产区，是位于南方自古多瘴气的梧州，在山上，常年都萦绕着雾气，湿气是非常重的。六宝茶树，和那些清热祛湿的中药是一样的，在几千年的时间内，为了适应环境呢，本身就具备了抗湿的能力。经过烟、蒸、焗等工艺加工之后呢，六宝茶就有了清热祛湿的功效，对解热毒、正阳气、祛湿邪有极大的帮助。常喝六宝茶呢，可以促进人体微循环，发汗祛湿。你喜欢你所看到的吗？祛湿好帮手，你可以点击上面或下面的 link 获得你的限时优惠，然后记得订阅、分享跟点赞，我们在下一页再见，谢谢。